空投箱里究竟有没有盒子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本期是小子有答案第324期。还记得281期的时候，小子偶然发现沙尘暴中心的空投箱里有一个快递盒子。然后有粉丝问我，雪地防空洞的空投箱是不是也有盒子？你不说我都差点忘记了。小子在半年前有录屏过一次防空洞空投里的样子，这期就刚好给粉丝揭秘一下，空投箱里究竟有没有盒子。这防空洞里就只有一个真的空投箱，所以就看这个，看看答案会是什么。我去，没想到吧，原来空投箱底下也放了一个盒子。哎呦我去，仔细想了想，感觉也很好解释，应该是这种固定刷新的空投本身就是盒子，只是把盒子的外形放大改成了空投箱而已。不知道你觉得小子的说法对不对呢？好了，我是南美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，